而家有请暨青年局建筑教育处黄志勇处长为我哋致欢迎词，有请黄处长。 尊敬嘅聪明教育慈善基金曾慧敏主席，尊敬嘅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午安。今日好高兴、好荣幸能够代表教青局嚟到出席2017-18聪明教育电子学习世纪之星嘅颁奖典礼。 可以同大家一同去见证努力嘅成果，去分享大家获奖嘅喜悦，所以喺呢度，请允许我代表教青局向所有获奖嘅同学同埋家长表示热烈嘅祝贺。咁我哋嘅两位主持就好活泼、好生动嘅，头先同大家啲同学讲咗好多嘅说话。 或者我今日就同家長講呢啲説話。作為家長，我都係有兩個小朋友，我哋都好希望自己嘅小朋友係身體強壯，學業係成績係理想嘅。要想身體強壯，我哋當然係要做多啲運動啦。要想學業成績理想，其實就要多啲嘅閱讀，因為閱讀。 係同我哋嘅學習能力係息息相關。閱讀嘅素養係我哋全人發展嘅基礎，亦都係我哋終身學習嘅基本嘅能力。如果我哋能夠從小係培養到我哋小朋友閱讀嘅興趣，當佢哋長大嘅時候，就能夠發展成為一個高水平嘅閱讀嘅素養。繼而，除咗能夠享受到閱讀嘅樂趣， 更加係能夠透過閱讀去吸取到知識，提升到自己。大家都知道，依家澳門呢幾年嘅發展係十分之快速，國際性嘅都市格局已經係基本形成，大灣區嘅規劃亦都係即將推出。展望未來，我哋嘅小朋友所面對嘅係無限嘅可能。 所以我哋更加要具備更加全面嘅、更加良好嘅素養同埋競爭力，當中係要包括知識同埋技能嘅硬實力，更加係要包括人際嘅溝通、藝術、跨文化嘅包容同埋理解呢啲嘅軟實力。究竟？ 我哋嘅小朋友要学识啲乜嘢，要懂得啲乜嘢，先至能够肩负起我哋21世纪世界主人翁嘅角色呢？我哋作为家长，又能够俾到啲乜嘢我哋嘅小朋友？答案其实都系阅读，因为阅读嘅核心就系思维嘅能力，而思维。 就係我哋所有學習活動嘅原點，同埋制高點，更加係決定我哋小朋友學習能力嘅高低嘅關鍵。所以教育暨青年局一直都係十分重視學生閱讀素養嘅培育，係支持喺政策上邊去推動我哋學校去提升。 學生閱讀嘅興趣同埋能力，例如我哋透過課程嘅框架同埋基本學歷嘅要求，係推動同埋鼓勵學校將我哋嘅閱讀係融入我哋嘅教學嘅方面入邊。喺資源上邊，政府係透過教育發展基金係支持學校創設更加良好嘅閱讀嘅環境。 例如我哋去支持學校擴建或者係優化圖書館，去購置一啲圖書嘅期刊，亦都聘請閱讀嘅推廣人員。我哋都舉辦好多嘅閱讀嘅寫作嘅比賽。所有政府嘅呢啲活動嘅工作嘅目標，都係想同學校，想同我哋嘅家長，同我哋嘅社會。
一起去努力，为我们的学生，为我们的下一代，是创设到更加良好的阅读的环境和阅读的氛围，培养到我们学生独立的阅读的能力和创新的思维能力。都跟家长讲了这么多的说话，我们到最后都要跟我们的同学讲两句，我们都要祝贺所有今天获奖的同学，希望大家在未来都要坚持阅读，喜爱阅读，享受阅读，让到阅读成为陪伴大家一生的好习惯。多谢各位。多谢黄处长。我想问一下，先有问题请教。我们现在就有请黄处长为我们颁发这个纪念品给代表的老师啊。剛才都提到老师和学校呢在营造这个良好的阅读气氛上面真的功不可没，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给热烈的掌声我们的老师好吗？紀念品我們都一起準備望著台下的攝影師哥哥，我們一起拍張照，一起拍張大合照留念啦。恭喜曬咁多位老師，亦都多謝咁多位老師同學生支持我哋喺度。好，我哋而家望著台下的攝影師哥哥。多位老師小心返回台下坐坐，準備欣賞我們接下來的頒獎典禮，也多謝黃處長。